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富裕愉快，谢谢。亲爱的顾客朋友，您好，欢迎光临新办生活超市，为给各位提供一个清新洁净的购物环境，敬请您不要在超市内吸烟，谢谢您的合作，您注意保护。哈哈。亲爱的顾客朋友，您好，欢迎光临新办生活超市，为给大家布置一个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，敬请各位不要在商场内吸烟。从商品视角看，这个卖的，各位家长请注意安全，小孩在人员交流处以后，敬请各位随时注意带好钱包、手机、钥匙。为让您在机场时更加安全，并在自由选购商品的同时，注意不要撕掉商品任何标签，不要拆开密封商品的包装。未买单的商品，请不要随手放进衣袋内，以避免忘记付款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。为减少您的宝贵时间，请安心的出示您的保证金，并尽量不要补钞。非常感谢。没事，回来了就有不能有错吗？
물어보죠.